I am sorry to say that the world is no longer the same. Following an epidemic, an outrageous war became reality. This time, the war did not only affect the people in the war, but it affected us all, and it attacked the energy market with great force. Energy transition today is mentioned in the same sentence as energy security.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now talking and taking measures in order to speed the trans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energy independence. That is why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government. Here today, we have a person who received his PhD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s been elected and served as the chair of the APEC Expert Group on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from 2013 to 2018. He is now the director of Bureau of Energy and the minister at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Please help me welcome to give us the perspective of a country, Mr. Director of Bureau of Energ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hung-Hsien Chen. Hi, I'm Chung-Hsien Chen, a director from the Bureau of Energ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 think it's my pleasur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share some experience of the geothermal power plant, power generation issues in Taiwan. I think I welcome all of you can join our geothermal power plant. Thank you. 今天大概主要跟大家来分享台湾在地热发电方面的一些策略跟目前的一些进展的部分。在台湾能源情势的部分的话，那有张图很清楚，台湾的能源大概98%的能源都是依赖进口，那同时台湾也是个所谓的独立的一个电网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条件底下，大概98%的能源都是仰赖所谓的化石能源的条件底下，那包含油、天然气跟煤的条件底下，就会衍生出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整个能源安全的一些议题的部分，怎么样把台湾的能源安全、自由的能源能够把它做适当的做一些提升。第二部分的话，就是目前国际上比较热门的就是说。 怎么样到达所一些净零碳或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减碳的一些要求的部分，在这个能源的情势底下的话，台湾是个蛮大的挑战。那能源转型的部分，台湾会比较分成短期的部分是2025年的一些能源转型的规划，那比较中长期来看的话，就是所谓的2050年净零碳的一些规划。那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 那能源转型大概会有四个构面，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一直强调的， 98%的能源都是仰赖进口，所以能源安全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怎么样让社会上有一些公平性、有一些公益性的部分，让全民都能够来参与台湾的一些能源转型的一些建设。第三个谈到的就是所谓的绿能的经济的部分。 那这部分对台湾包含在我们一般常看到的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议题部分就有很好的一个效应的部分。最后一个大概谈到的就是鼓励这种所谓的绿能的发展，对台湾的环境持续性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帮助。这一页就很清楚的跟大家来做报告。在这个21年的条件底下，台湾的燃煤还大概有44%的一个条件，天然气的部分大概有37%。 那在核能的部分大概有36%，再生能源的话大概有7%的一些规划。那刚谈到的，要所谓的减碳跟能源安全的条件底下的话，那政府要去把这个天然气的部分把它做适度的提高，让环境是具备比较好的一些效益。那在所谓的煤炭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往下来做一些调整到27%的条件。 那在再生能源的部分的话，会到达大概将近16%、17%的一个条件，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能源转型在2025年的一个条件的一些规划。那这是比较属于短期政府的一些规划的方向。那另外一个2050年的规划条件底下，我们刚谈的这些所谓的再生能源，包含所谓的太阳光电或离岸风电。
它相对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所谓的能源，所以在这个条件底下，地热发电就是台湾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相对而言，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机载的一个电力的部分，那对整个稳定电力的系统，对整个台湾在24小时能够发电的条件底下，那它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些规划。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那在台湾的潜能条件底下，相对比较浅的地方的部分的话，过去我们大概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些探勘，实际上的一些规划，目前大概有27处的一个所谓的场址，那这部分所谓的潜能相对是比较明确，那大概有1GW的一个设置量的部分。那现在相对而言比较有一些实际去做一些钻探的一些资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潜能的部分，大概会有 0.7 GW 一个规划。那如果我们看这张台湾的地图来看的话，我们这些比较明确的一些空间，比较明确的场址的部分，大概主要分布在台湾的大屯山，就北台的部分，另外一块就主要在东部的地方，那包含在宜兰、花莲跟台东的部分，那这部分也是相对很多业者在投入的一些规划。另外一块的话，我们谈到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发展，那这部分呢包含 EGS 的技术，包含 SGS 方面的技术，所以它的潜能部分大概会有 32GW 的一个设置量。在这个潜能条件底下的话，由实际的这个潜能透过这些所谓的探勘，透过开发的一些行为，能够把它实际变成我们未来台湾的一个电厂，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资讯，这方面的努力的话，我相信台湾在面对2050年的净零碳的要求的一些规划条件底下，地热尤其在深层的地热会是个蛮重要的一个空间，蛮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能源绿能的来源的部分。我们这一页大概直接来跟大家来报告目前在台湾发展的一些状况。台湾的一些业者的部分，就如同刚谈的，大概都会在所谓的北台湾大屯山的部分的话，大概有7个计划，大概有将近 6.5MW 的案子正在做一些进行。那宜兰的部分的话，相对也是个热区，那目前大概有总共有将近4个计划，那将近 10MW 的一个设置量来做一些规划。那当然在花莲的部分的话，我们 Bestlog 公司也参与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划。另外一块在台东的金轮跟资本的部分，大概有很多的业者在做一些规划进行当中目前这些案子在进行的部分的话，当然会面临到一些法规上面的一些调和的部分。那另外一块的话在这个地方跟中央的法律程序能不能再做加速的部分，这个都是未来我们要去做努力的一些方向。第四部分的话，主要来跟大家来做说明台湾怎么样去做一些推动，做一些所谓的相关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做法的部分。首先我们分成3个面向来做处理。第一个面向的话，就是针对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地热的部分的话，我们要来做加速的动作。那这个加速的动作基本上会有2个地区相对它的所谓的场址空间是很明确，有这方面的一些能量存在，那包含刚谈的大屯山跟东部区域的部分，那这个就会涉及到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处理。在现有的机制条件底下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调和中央跟地方的一些相关的法规程序，让它能够再快速来做一些深色的作业，业者开发的风险，开发的不确定性的部分，把它降到最低的部分。第二部分的话，很多外界的一些开发业者，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台湾的潜能资讯或台湾可开发的资讯相对是比较不充足的条件底下，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会投入政府会投入这相关的一些预算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探勘，把这些资讯能够借由一个平台来做一些让外界开发业者能够获得这方面的资讯，来做进一步要不要在哪个地方来做开发的一些规划的部分。第三个就是未来台湾也的一个所谓的深层地热或比较相对比较进阶的这种地热的部分，台湾大概也不会缺席。那包含这边荧幕上看到的 EGS 方面的一些技术， AGS 方面的一些技术，甚至
SGS 方面的技术， 台湾都会投入更多的一些资源来做这方面的一些探勘，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规划， 把台湾在这个所谓的地热的资源能够更明确化，更透明化， 让所有的开发业者都能够来做这方面的参与。 另外一块， 外界比较关心的就是所谓的趸购费率的一些合理的一个价格的部分。 那这部分如果有张图来看的话， 台湾的趸购价格一直在做往上提升的部分， 包含在最近的111年的话， 我们也听到了外界的一些意见，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集聚的部分， 我们把它分成2MW以下的案子 跟2MW以上的案子。 那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一些区分的一些想法？ 那主要是很多的开发业者面对这种地热相对比较不确定性的一个潜能的条件底下，初期都会用比较小规模的一个暗场来做一些开发，例如说我就先设了1MW或先设了1.5MW。那这部分因为基于所谓的规模经济相对比较小的条件底下的话，那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也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把这个费率提升到5.7块的部分。 那同时我们大概了解所有地热业者他的资金相对投入的条件底下，我们把它分成2阶段的一个所谓的费率的机制。前阶段前10年的话，它的趸购费率会相对比较高，可以到达7块钱，后阶段的话可以到达3.6块，让所有的业者能够维持这个现金流，先把这个现金把它拿回来来做处理。所以这个大概是合理的一个价格的一些规划的部分。 那第三个大概谈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鼓励所有的业者能够来参与这方面的一些规划。大家都知道，地热发电的话，它的风险在于前期的一些探勘的一些规划，所以政府愿意来做这方面的所谓的分摊业者在前期探勘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方式。能源局大概有推出一个所谓的探勘的一个奖励补助的一个方式，业者如果来直接参与的部分的话， 那能源局最高可以有50%的一个所谓的奖励的费用，那最高可以到达1亿新台币的一些规划。另外一块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那法规配套的制度怎么样来做处理？那这边大概谈到几个面向来跟大家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把刚谈的，不管是政府之间的一些探勘资讯， 民间之间的一些会诊后的资讯，我们会公布在这个网站上面，让大家如果要做一些投资的条件底下，可以先做这方面的一些初期的评估。另外一块的话，刚一直跟大家来做说明，就是现有的法规制度的话，我怎么样去做一些精进的部分？那这部分包含说所谓的环评的部分 ，EI 10MW以下，10MW以下，我们基本上是不用做环评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们再跟中央跟地方来做一些协调，把这个程序，我们都希望所有的核准程序都应该要在一季或是2季之间能够让它有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让业者要不要往前走或不往前走的一些程序会很明确。第三个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在法规的部分的话， 能源局目前也朝向所谓的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条例的一些方向，听到很多外界的一些朋友给能源局的很多的一些意见，那包含我们现在修法的方向会朝向我们把地热的一些特性放在法规里面来做修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探勘的部分，我们尽量朝向简化的部分， 让业者能够来做这方面的探勘，会由中央统一来做一些合可的部分，那就不会面临到目前业者的一些法令程序的不一致的部分。那第二个修法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在开发期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会朝向所谓在非温泉区的部分的话，我们会朝向加速的方向来做处理。在温泉区的部分的话，希望能够跟当地的温泉业者 有一些沟通的一些机会，能够来push所谓的地热的发电业者能够来往前来做处理，那把这些程序把它做简化，所以也会由中央政府、邀集地方政府相关的目的主管机关能够来做这方面的审查，来做后续的一些处理，让所有业者在前面往前走的开发过程当中都有很明确的一个所谓的
路径来做处理。第三个大家谈到在营运期的部分的话，很多业者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我未来这种所谓的水权的部分能不能比照这个所谓的电业执照或设备登记的执照，让它能够维持20年的时间。那这部分也是能源局目前在做修法的方向，让所有业者能够很明确很透明的方式来做处理，那风险相对而言就会降得比较低一点。那这部分的话，简单来跟大家来做一个结论的部分，能源局会来建立一个相对对地热发电是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第一个，外界比较关心的就是所谓的合理的一个补助、合理的一个收购的一个价格的部分。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在法规的部分，能源局会来做一些调和的部分，由现在的所谓的法规的制度来做一些调和，让它来做加速的动作。那未来的部分会来把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能够做一些修正，类似以专章的方式来呈现，让符合所谓的地热发电的一些特性，包含它是取热不取水，所有的大概 90% 的水会回注到地层里面，对环境相对会比较好。另外一块谈到就是资讯公开的部分的话，那能源局会把这方面的一些资讯持续来跟外界来做一些公开。最后一个就是能源局也会成立一个所谓的专案办公室，专门来服务所有的业者，如果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议题或问题的话，由我们专案办公室专责人员来做一些协助，把这些程序、把这些资讯来协助大家。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台湾地热发电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行列，我们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合作，我们形成一个伙伴的关系，对台湾的地热能够付出这方面的一些精力，那也同时让台湾能够早日达到我们2050年规划近零碳的一些目标。那以上大概是我的一个说明，谢谢。大家好，我是 Baseload Power 台湾的 Claire。今天非常开心以及荣幸可以邀请到能源局的陈组长来到我们 Baseload Webinar， 跟我们分享台湾发展地热发电的整体经验。那尤其是将台湾地热的好与潜能可以让全世界更了解。那今天我们也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再跟组长多聊聊几个大家也很关心的面向。政府的绿能政策是完整的，刚才谈到在2025年我们要到达 29GW 一个设置量，地热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基载的一个电力。那甚至在2050年的近零碳的政策条件底下的话，地热是一个未来蛮重要一个具潜力的一个地热的发电的部分。哇，真的非常开心听到组长说就是政府在能源政策上是完整的，这个非常具有信心的喊话也让我们产业听到就是非常的期待未来可以跟政府有更多的协力然后共同推进。组长也有提到台湾未来发展地热发电的长远目标，那是法规制度的部分，很多的开发业者在这个所谓的地热开发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一些中央跟地方法规制度的不明确，那包含在中央的一些电力法的一些不熟悉，那原民法的相关的一些规定，那甚至水利法或者是温泉法的一些规定的部分，让这个程序相对会比较拉长的一些条件，能源局或经济部会把整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法规把它做精进，我们会替地热发电来量身定做一个所谓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一些法规，让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从所谓的探勘阶段，从开发阶段到所谓的营运阶段的部分，能源局会按照这种法规来做一些所谓的量身定做的一个条件。那能源局会持续来跟大家来做努力，那我们会形成所谓的伙伴关系，一起来为台湾地热发电来努力。
真的很谢谢组长。那 Baseload 作为台湾目前就是进入到地热产业这个部分的唯一外商，我们也很乐意，希望可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将我们在国际上推行地热发电的很多经验，可以一起带进台湾，跟政府一起协力来面对这些挑战。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Director Chen to joining in Baseload's webinar today and sharing with us the clear policy goal.And roadmap for geotherm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As a developer, Baseload Power Taiwan will keep up our work, to build up more resilient communities running on geothermal power. And we're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he industry and help Taiwan to achieve the energy transition and net zero goal. So before we end up this section, we actually prepare a special part. We prepare the small board, which are geothermal energy and Taiwan. And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Director Chen to cheer for Taiwan's geothermal development with us. So here we go, Taiwan geothermal. Go, go, go. Thank you. Thank you. Hand it back to you, Christina. Thank you.Well, thank you, Claire and Chung-Hsien Chen, for that inspiring conversation. It is truly an inspiration to see a country taking such measures in order to make the difference. The future is now.